说这个话题非常的大，也是很奥秘，讲到三一神的，是非常是奥秘的神的。但是说呢，借助我们这个执事的带领呢，慢慢的剖析开啊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我们在这里的话呢，重新的在讲述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三一神，为什么要认识这个三一神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啊？那这里的话，开头之前的话，我想的话呢，念大家的带大家来进入一个民数记啊。民数记第六章啊，就是从二十二节开始，也就在第六章啊，就是讲啊，神呢让摩西向那个以色列人啊，就讲述啊如何成为圣别，成为拿西尔人啊。是，在二十二章在二十二节就讲到啊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啊。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对，保护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呢。对，第二十七节的接着说，他们要入此，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，好使我赐福给他们。啊，对。实际上在这里的话，大家注意看的话，实际上这就是隐含那这三个如何来赐福，让那个摩西啊如何向以色列人赐福啊，是有三点的。首先的话呢是赐福给你，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的。啊，就是讲到就父啊在他的爱里，在各方各面赐福给我们。又是在他的能力里面各方各面的保护我们。这主要是就父的这一面来讲的。对。那第二个的话就讲了，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的。啊，对。这个面呢、啊、面字啊就表征同在啊，实际上这个他的同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基督耶稣啊，是他的面呢、啊、光照我们，基督就是那看不见的神呢、啊、也是父神呢、啊、看得见的同在啊，是神和他的同在是看不见的，但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啊，也就借着死了、他就成了光耀的日光啊，让我们能看得见，并且呢我们能够与他同在，在他的让他的面光呢，让他的面呢光照我们，是、并且通过他来赐恩给我们。阿门。他第三点就讲到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啊。这个脸就是一个人的表情呢、向人扬脸，以及向人确认、保证、允许，并将一切给他啊。阿门。大家知道，像这一切的话，这个确认、保证、允许。就是我们在那个新约里面呢，耶稣基督啊，耶稣经常讲到的要来的保惠师啊，实际上就是做那个工作啊，就是讲的那个灵呢、也就是说指耶稣来是作为神的面，圣灵来是作为神的脸啊。Amen。 当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时，我们就有三一神的面，也有他的脸啊。对，最终我们在三一神里面就得这样来能得蒙保守。阿门。这样的话呢，三一神对我们才成了恩典，并且让我们有平安的。是，在那个我们大家现在知道三一神的话，就是回归到三一神呢，就是父子灵的，父神子灵的父，就父一面的话，我们大家大概就是很多人，甚至是不是基督徒的人，他只要相信有神的话，他就觉得这个神呢、是大而可畏的，是，并且我们是公义的。是我们就是可以敬畏，但是不可以洁净的。但是子的话呢，感谢主啊，就借着子啊，在我们圣经里面在我们学习的这个神啊，对，他是可以洁净的。对，并且他是要我们去洁净他的。对，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肉体里面呢，在己里面呢，我们没办法啊，比他的这个神甚至没办法接近他，靠近他，是，但是呢，只有唯有靠着这个子，借着这个子，是，我们只要信入他，对，我们的罪啊，我们就能够得脱落，我们就能够蒙释放啊，是，所以说我们才有可能呢，对，能跟靠近这个神的，阿门，并且不再于此，不仅于此，经过这个子神呢、主耶稣基督啊，他经过人世间的这一切。甚至经过死而复活，最终成为那灵呢，
成为这个就是神的那一部分的。嗯，是。这样的话呢，他所做的一切可以实化到我们里面的。是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啊所做的，确实实际上来说不是我们所做的，是而是三一神呢靠着我们的信，对，就把他的所做的加到我们身上。好嘞。所以说这个三一神呢、啊、是奥妙的、奥秘的，是但是、啊、又是可亲可爱的。阿、感谢主，感谢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揭示的三一神呢、啊。我们不仅能够被创造，我们每个人都被创造了，嗯、并且我们能够、啊、在这个地上啊，是有可能呢、啊、享受神他给我们指定的命定的那一切。是，也唯有通过这个经过三一神的这个恩赐、啊嗯，我们才能够完成他的经纶。阿门。在这个题目里面呢、啊。特别的讲到是在神圣的行踪，在神圣的行踪啊，神圣的经纶啊，还有神圣的分次。对，大家可能想，我们为什么要神圣呢？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需要神圣的，因为我们在我们凡俗里面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摸爬滚打啊。我们没有平安、啊、没有喜乐、啊、我们呢过着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，可以这么说、啊、所以说我们需要这个呼召、啊、我们需要响应他的呼召、啊、我们需要进入这个神圣的这个流里、啊、我们唯有此、啊、我们才有一个才进入这个得救的路、啊、对，是啊，感谢主、啊、就是这一切今天呢给我们讲的这一切啊，实际上与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实际的，非常相关的。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例外啊。他在他一个人的话，他没有接受这个三一神啊，能够完美的享受这个生活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说这个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呢，这个，他有一些这一系列的一个图画啊，这一个 picture 在我们里面。首先还我特别的想重复一下，一个讲到那个源泉流这个生命水的泉啊，生命水的流啊，也是在讲到那个在那个最后一卷书啊，启示录里面的、啊、一个大的 picture、嗯、就是生命水的流啊，对，来自于这个宝座啊，对，并且宝座里面有羔羊，对不对？羔羊和神的宝座，对，在那里面。那个泉呐、啊，那个水流啊，生命水的流啊，流经我们的，阿门，就是流经那个圣泉耶路撒冷的，是，并且最后你看那一卷书啊，启示录啊，看到啊，实际上那个三一神那个泉呐、啊，实际上是我们做成的，阿门，对呀、啊，感谢主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神的这个经纶里面，是，他让我们世人呢、啊，都成为他的一部分呢，阿门，完成他的经纶的一部分呢，就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在此、啊、能够重温了、啊、他的心意啊，尤其是那个启示开的这个心意啊，确实是蒙福的。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呢，带到我们生活里面去，成为我们的经历，成为我们的享受，并且同时啊，我们也慢慢的完成神的这个经纶啊，弟兄姊妹能够建造起来，教会能够壮大起来，神的心意，最后神的国，最后的。在这个地上啊，阿门，是，感谢主，阿门，阿门，是，主耶稣，阿门，主啊，赞美你。